似乎你的祷告直到地点太近，流眼泪如下雨滴，终日不停。主关心了解了解，你能忍受多少，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内心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，你的船支离破碎，疲倦失意，别失望，只是时刻有人为你祷告，临近平安将要进入你心。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内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